他们在之前的那个法国公开赛，就是你们有跟他们打一次嘛，然后那时候有输了，然后跟今天跟他们再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怎么说呢，其实还是做了一些调整嘛，然后这次可能准备的更认真一些，然后对其他不透过多透露战术了对，就是做了一些改变吧。不是啊，班长，就是这次打完就是要回国内了嘛，准备备战奥运的，然后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做准备吗？还是特别的准备备战奥运？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计划，从之前就是来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计划，所以回去的话还是会多去，主要还是两个人的配合方面。可以谈一下，就是你们保持你们之间的那个交流 communication 是为什么可以配合的这么好？就是你跟你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优点，或者你觉得两个人什么优点？那你们怎么配合？我们就尝试在彼此沟通中找到彼此就是擅长的跟各自的优点，然后多沟通，然后多进行互补，对。